张杰即将于10月13日在北京举办《这就是爱歌唱》，目前演唱会已经进入倒计时，张杰正在进行紧张的彩排。11月4日下午，记者探班了张杰演唱会声乐排练厅，张杰现场演唱了他的新专辑中与张宇合作的《女人到底想什么》和主打歌《这就是爱》。据悉，此次歌唱舞台将运用高科技舞美特效，在好莱坞大片《盗梦空间》的场景搬上舞台。为此，张杰近期一直在闭关练舞，渴望在演出中给歌迷一个歌舞全能的时尚型男的形象。对于不久前发布会上讲的张学友将成为嘉宾一事，张杰说：“学友大哥会不会来，请大家和我一起期待吧。”当媒体再次追问时，张杰依然保持神秘，笑而不答。对，拿出来排，就是有这么大一张，就是，现在还不能透露，现在还在就是，这个确定当中啊，不能透露。张学友会不会来还是个未知数，张杰女友谢娜是否出席也众说纷纭。尽管谢娜早前在微博中透露今天将不会出席张杰演唱会，但当记者向张杰求证谢娜是否确定缺席时，张杰又跟媒体玩起了太极，既不肯定也不否定，而是反问对方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看来是铁了心要玩神秘玩到底了。好像这次演唱会谢娜好像不能参加，那啥啊，你怎么知道呢？